了完成杯身的制作，我们需要用到一个中间带孔的锥形陶器。首先将锥形陶器的底部沾湿，放在转轮的正中央，在周围添加一些陶土用来固定。这个锥形部件可以用来制作不同的陶器。在进行这一步之前，确保您的陶杯已经干燥至少一个小时以上，将陶杯倒置在锥形陶器上并压紧。用修边工具来处理陶杯的底部，使它变得平滑。这个步骤叫做修胚。现在陶杯的杯身部分就做好了，让我们再来看一遍演示。